们再次感谢各位贵宾的莅临，让我们一有盛场，好的，谢谢大家。孟子曾赞：“孔子圣之始者也。”代表孔子阐述的道理是圣人之中最合时宜的圣人，因此被圣人尊称为至圣先师。孔圣人生平言论被收集编撰于《论语》之中，此部经典深深影响中国文化传承，至今已流传2500年余。宋初宰相赵普更提出并实践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由此可知儒家思想的道理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一理贯之，懂了孔子的道理，自然一理通百理彻。我们再次感谢山东省海峡两岸经济文化发展促进会的各位贵宾提供了这么神圣的孔子圣像，让有缘欣赏的兄弟姐妹如沐春风，如圣人亲临，沾受天恩师德。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感谢我们的。现在就让我们请稽核盛唐的大家长周茂年前人来为我们大家做个开场致辞，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周茂年前人。不是白天，不是假日，所以该上班的上班。
人子孙的代表啊，还有我们啊，今天啊，这个我们王理事长是台湾基督教总会的理事长啊，还有陈连长，还有各单位的一些前辈啊，都来特别欢迎我们山东好朋友啊来到这里秘密组长。但是呢，因为我们都是我们孔圣人的这个孝追圣追圣祖的哈，所以在世界各地都有把我们孔圣人的文化传播出去。所以现在在台湾传播到世界有80几个国家啊，就好像你。小地方，有到那个新加坡，那新加坡也有大学，也有大学，也有大学。